大阪中信兄弟希望能够取得这样比赛第一次的领先。杰克变化球送到了右半边，最后落地是形成了安打，而且刚好打在了两位外手之间的空档。现在二垒上的郑昭伦要轻松的回来得分，打击的彭队敏一口气是上到了二垒，连续两个打席恰恰都为球队建功，现在也帮助中信兄弟5-4一分超前了。今天感觉上只要该局啊，郑昭伦有办法上垒，最后其实都有办法回来得分了。在中信兄弟主场的球迷已经是唱起了战歌哦，吴俊朗教练要再度喊出暂停了，磨到了满球数哦。面对到王一正，这一球压在膝盖附近的高度哦，被扫到。